纽约不是一个市嘛，咱宾州啊，吼，我嘛无啥了解呢，吼。讲两地二十八日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的状态啦。旧金山好多的病例，伫一礼拜内增加一倍至，来到吼261名啦。市长呢，这个布里德啊，宣布因这市伫8月7日起呢，进入公卫紧急状态啦。即个官员一旦免去了吼复杂的行政程序，有效的动员资源，加速来制定紧急计划，由州甲联邦政府提供相关的补助。布里德咧讲紧急状态非常的明显暗示啦，非常的明显，甲咱显示咧讲，咱一定必须要赶紧搁较侪预防下甲治疗。目前即个预防下无够。要到人提供着专属高风险接触者的人来注射，代表旧金山的民主党籍的这个州参议员魏纳，伊咧讲呢，讲这项的决定会当吼促进着扩大的体检甲预防下的注射，同时对着联邦政府施压，来促使因采取强烈果断的措施。那另外纽约州呢？当前这个好多，目前的好多吼，伊这个病例已经超过1200名。卫生部长吼巴塞特28日宣布进入公卫紧急状态，同时对速来到吼6月7日生效，和地方政府的回应措施甲预防的活动，会当吼做争取到这个额外补助，来控制着好多伫这个社区扩散，用安尼来保护纽约的民众。世界卫生组织 WHO 27日表示，讲已经吼有78个国家通报18000多名感染着好多的病例，其中有70%分布伫欧洲，其他伫美国，至今全部4-5人就对啊啦。菲律宾29日嘛出现了第一名的好多的感染者，是一名今年31岁的人就对啊啦，伊有去过这个好多吼。传染的国家吼去旅游，啊！伫菲律宾讲已经我那有10名密切的接触者啦。哦，对，这个好多咱之前都我那个大家报告过吼，这不是最近较出现的新的病毒啦，这是就以前的有的物件，但是较早拢伫咧非洲嘛。啊，你若讲这个就做啥呢？交通方面啦，三种种来讲，这讲较歹听的30-40年来，这个交通嘛，拢开始做便利啊嘛，开始方便啊，大家拢互相交流。啊，是安那个这边这个火道会摊个安尼，或者到底是啥物情形吼？啊，咱都搁回想到迄阵咧讲中国迄个武汉实验室，是正拄好伫这个火道要爆发之前几个月，啊，又拄好搁咧研究迄个火道，那又搁是中国，啊，得怪啊！迄真正有影，这个国家吼，可以吸到的物件吼，啊，真正拢安尼乌白母的款啦，吼。这世间上有这个存在，算世间人的衰。啊，真正是也是有够歹处理这个国家的就对啦，吼，啊，咱可以家己。帮盘尔，啊！但是卖讲看到对中国帮啦，干那想要看一个，这个当迄个啥，迄个三峡大坝，想要看迄个长江大坝帮都看袂到哩，奇怪哩嘞！哎啦，今年个气氛嘛，啊，好啦，尽量啦吼。啊，阿头啊，有娘咧问了真心实，伊讲阿纽约是一个市呢，那是一个州啊，地方公司，这伫只个有娘报告一下，纽约市吼，就是伫纽约这个州的南边啦。就亲像咱永康内底有一个永康市安尼了，对啦，系啦，系啦，伊在嘉义县的嘉义市啊，对啦。啊，可是咱拢听嘉义市，可能听你讲嘉义县，我怀疑啊。有啦，啊，所以那讲到纽约，一般来讲拢是讲迄个都市啊，但是纽约市了，对，迄个城市的，代表性的啊，对啦，啊，也是迄个全世界诶，当讲上先进啊，而且人口那算排头前探的非常济啦，吼，底下发展了真多。偏偏伊个有啊！这个纽约多啊，就是伫咧纽约州的南边安尼就对了。算美国，我闹一州叫做纽约州啦。啊对。啊，纽约市咱现在咧讲的讲纽约，大家要去遐拍拼啦，要去遐赚钱的所在，就是迄个金融中心啦。有啦，就是伫纽约州内底一个都市叫做纽约市，安尼知影啦，搞清楚啊，搞唔正咧。哦，咪是拄只来看电脑啊，知。知影香港点？无香港点？就讲纽约州。啊！我就伫遐咧讲，这报纸敢咪共印伊印唔对，无可能啊！这
伊个不肯应，对啦对啦。啊，较早咱通常拢讲纽约市对啦，啊，来无得纽约两字名啦，吼，就甲咱讲纽约两字名吼。好来，讲到美国，咱就来甲看一下美国吼。这个美国联邦众议院的院长呢，这个佩洛西啊，亚洲行啦吼。29号呢，已经对华盛顿出发了，哦，已经对华盛顿出发了，哈、哦，启程啊，哎，启程啊，已经出发了，哈，因别个八月初就休会啊嘛，哦，啊，所以29号就直接就出发了，哈、哦，啊，来了这台湾这边者，伊到底是会来啊，未来了，对哈，啊，即马诶，这个新闻出来讲，台湾是列入这个做暂定的行程，嗯嗯，哦，暂定的行程就是讲。不确定一定会来安尼啦吼，啊，但是呢，暂定内底到底会啊未，唔知影安尼吼。啊，外界呢拢持续啊咧关心着这个佩洛西到底是唔是会访问台湾，啊，佮有就是讲伊若访问台湾呢，啊，是唔是会引发着美国甲中国之间呐，这个着做啥呢？甚至产生战争会啊未啦？也有一个专家是咧讲，讲即马这个时机真敏感吼，建议是延后较好安尼啦。嗯嗯。但是有一个专家嘛是认为讲，那中国是干那点啊涨尔了对，美国你无应该吼，去予中国下落底安尼对啦吼。嗯。那么一旦那是即个做确定讲有要访问台湾的话，真有可能啊。啊，就是这个这啥由美国的战斗机护送吼，啊，送来到咱台湾的这个这松山机场，是，送来到咱台湾。啊，这个就这佩洛西这抓不用气气吼，嗯，这个佩洛西带领的国会的代表团吼，这抓亚洲行吼，吼，这样咧看到到底是还是有够甜的，这样咧吼，啊，要去日本，啊，要去南韩，啊，还有印尼。啊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一大堆的国家呢，都对啦哈。啊，这个带领的这个做相关的这个跨党派的议员吼，安尼一关哦，安尼要做这个亚洲型的访问，安尼好，安尼咱就来甲看吼，这个暂定到尾啊。到底结果是安那？啊，我是足欢乐，美国用笑，是，我真足欢乐的吼。我感觉这个时阵去日本吼，嗯，日本的慰安吼，嗯，应该是，哎、哦、呦，一定加强，应该是正加强啦吼，因为咱那发生个代志呢，对对对。啊，到底佩洛西会来台湾未？我感觉讲问咱台北的朋友上知影。这两天内底台北市的这个啥，这个警察的这个啥物吊牌、慰安啦、动作啦，看有啥物有奇奇怪怪，忽然间单吼严格起来，这个新闻无，嗯，咁样，哎，拜托的，伊是第二把交椅呢，拜登呐抓起来，迄个副总统呐，原来无法度人死输的，为了啥，得换甲伊做美国总统，迄是多较恐怖呢，啊，对啦，我知啦，伊这美国好出名单内底，美国唔是讲，唔是讲吼全世界内面的保留呢，保留我讲你死几个总统。好啦吼，啊，咱大家较加看着着，啊，美国一定爱较坚强的吼，啊，唔当去哦，这个中国甲你吓着吼，啊，来台湾门拍开，欢迎佩洛西啦吼，来咱来进广告，随个倒转来来。全台湾国多，干那咱信山公司咧做呢，无第二间啊，无第二间公司会怎做出许多山的新闻？也有咱台湾俱乐部阿星、姚林、钟天军，直接甲咱介绍，即点我当广告价吼，长期以来，只爱食许多山可口的物件就对，吼、哦，对所有物件吼，千万你嘛买唔到去就对吼。欢迎去多少多锁定山，那个招牌。二十外冬啊，就对了，完全无变。特种比如新的人客、旧的人客继续来服用，这是不简单的产品了，对吼。欢迎去多少多山顶，我特别来强调这三字啊。吼，啊，唔知什么意思？特种比如您可能不了解，但是我特别忽然了解讲，许多山就是咧全国跟咱台湾人有咧，台湾人俱乐部伫咧贩卖的呢，无第二间啊。无第二间公司伫咧贩卖即个物件了，伊也是咱台湾人家己，我当食了许多餐，对身体较有帮忙了着。这点，这只甲咱雄狮大拜托拜托拜托看咧吼，许多餐了着吼，用许多餐来配合咱的软骨素骨头吼，啊，金立平的第二代，目睭，就拢甲你顾较好，骨头骨头的毛病。目睭有目睭的毛病，血路通，用许多健康条件，
食排便袂顺畅，所以呢，要过来等下回下清气上食鱼肉汤，迄完全活困。你要到第个地啦，等下边一块垃圾污的物件杂质，食食吸收，放放我出来，这样就清气。你等下只要若清气，无只杂质在你黏伫等下边内底吼，你就会生有诶无诶啊。哦，迄种诶大龙仔吼。这肠子会发生问题，中间记录现在是台湾是足悬哦，足悬哦，足多哦，流感症足多哦，吼，所以特别要注意哦。鱼肉汤这边产品专门是咧过咱的肠啊，或者垃圾杂质唔茫卡伫咱的肠啊边，迄肠啊边卡掉，慢慢也形成息肉，何为息肉？恁知影吼？粒啊，切来去挂起来，啊挂起来中间的这，你若早发现挂的挂的符，啊无要紧无事啊，万发现的中间都出事了。所以特别让你了解鱼肉汤就是你吃一个就对吼。所以还有我们五宝鱼肉清，这血液流通哦，你袂使无顺序了。